维修系是你，超狂男子收东西用泡面神救援。中国一位男子在抖音上分享了自己用泡面收各种东西的影片后，在网络上迅速窜红。在影片中，该名神人将未煮的泡面敲碎，拿去修补一个破掉的碗。他加了一些水，冷却后再用锉刀将加上去的泡面磨平，当当当当，碗就像是新的一样。另一支影片中，维修哥用泡面试着去修复车子撞凹的部位，他一样把泡面敲碎，加上一些粘胶粘在凹下去的部位上接着，将剩余的部分磨平，最后喷漆完工。但是他可不是只会用泡面收东西嘞。根据南华早报报道，其他的影片中可以看见维修哥利用蛋壳、卫生纸甚至是 Oreo 饼干去修复一些日用品。看到影片后，有些网路上的乡民认为泡面或许真能够作为暂时修补的道具，但是其他乡民对于影片的真实性则是保持怀疑。根据新闻周刊指出，影片或许有被加速或是透过某种剪接方式来呈现他拿泡面来做维修，